爆炸眼中最受欢迎歌曲嘅得主系哪有一天不想你嘅黎明。黎明就唔净止系叻仔啊，仲系靓仔都加埋一齐啊！次次颁奖我唔知点解都颁俾佢，有缘分。多谢 Michael， 我唔知点讲 ，Michael 多谢你。喺度再次多谢所有之前那一天不想你嘅朋友，再次多谢我唱片监制陈永明，作曲林武德，填词香雪怀，同埋我唱片公司同埋我经纪人公司巴士活，仲有所有支持呢首歌嘅朋友，多谢。唔该晒呢样。